家好，我是高金素梅。如果平常您没有时间对于我们的警察人员跟消防人员致敬的话，6月15号我们一起在台大体育馆，让我们一起用歌声，用我们的爱，向平常最辛苦的警消人员向他们致敬。高金素梅邀请所有朋友一块来，不要忘记台大体育馆6月15号等你。